那肯定不能让你睡了呢，今天这个觉啊，你别想睡了，也差不多该起来了。哎呦，等呀，我的人头！这快跑啊！这放点毒，咱们赶紧撤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！哎呀！吃我的屁吧你！我回家了。呀，上单女警啊，玩儿呢，给我整活了，开始惹赛吗 ？Sky 呀 ，Sky 的 baby。哎呦我操，女警上单。走位，谢谢杰伦 CY 的办卡啊！开始跟我硬点。哎呦呵，女警上单，我有点难受。还有破迷，你直接过来把他杀了吧，你有跳的话。放夹了啊，我们得赶紧升到三级，现在你知道吧，升到三级很重要，因为螳螂一会儿来他没有办法放位移的话他就必死，我们得赶紧升到三级。你大爷的，你大爷，你给我毒死。哇，好恶心，上单女警。那螳螂也不说来一趟，还传送。溜了溜了溜了，这肯定得来个850了，这算了，850感觉不合适，还得来个皮孩呀，这打这玩意儿没皮孩玩不了啊。算了，这把戒指咱不出了啊，来红宝石吧，六级吊着打女警，那没有六级咋整？确实得六级以后才能打，前期是很难打的，六级以后他都打不动我。我们现在就得忍，忍耐。指环王不行了，指环王的药剂没有了。这怎么还站着跟我点？嗯？哎，还站着跟我点？那我可不怕你，兄弟，你不保持距离的话肯定是不行。指环王已经不行了，兄弟，这个戒指现在已经不加那个药水治疗了，已经没了，绝版了。这件装备可老狠了，我跟你们说，峡谷制造者这件装备可老狠了。正在路上，炸血披靡，哎，把他杀了得了，这波正好我们疾跑点烟全有，马上升六了。
死了。哎，这也能彩夹，我是没想到的啊。兜，你这有点装了啊，你这可是有点装了，我这一看给我凯旋回血。摇摇晃摇，把这夹踩了吧。我们已经无敌了。对付这种对面这种阵容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你这两个人头，我们就可以起飞。炸血披泥来一个，就是这件装备其实还挺贵的。摇摇晃摇，但是炼金千万别出这玩意了啊！出这个老脆了，这个加吸血，还加法穿，还加真实伤害。哎呦，这可老狠了，这个生命值、法术、吸血、技能、急速、法强，法强加的还高呢，法强加80点。哎呀，不脏了，脏啊！小伙子，我听到你了，你给我原地愣点，你那能行吗？呀，这咋又踩夹了呢？兜，这是要狙我了，我这一看呢，那狙不死的呢，别被抠死就行了啊，没关系，这波我们啥技能没交，他一顿疯狂放技能，让他放。小老弟，我发现你是不想好了，我这一看，我先把这武器给他抬走，没关系啊，这女警毒死了，你也得死，小伙子，轮到我追你了呀，这都没死啊，哎，哎嘘，我的天哪，你是真膨胀，我发现你还搁打架回城。塔下回城还一个背摔，我们是不是会被塔砸死？我在想，快速回城，嗯，但是这波毒不应该放的，这别人都给烫没了，算了吧，这么地儿。摊了一层小塔皮啊，我们已经有点小无敌了。峡谷制造者已经出来了，这玩意儿还给法穿，还给真实伤害。谢谢杰伦 CY 的飞机，谢谢谢谢。我听到，我可以越塔杀这女警了都。呀，他给我整了个死刑宣告。其实这个疾跑开的不好，我感觉。哎呀，这小石头人儿！不打了，这个。
我觉得我们可以上高地了。真不是我说啊，我觉得我们可以上高地了。我铁板鞋一除，我听到你了。这边再来个红宝石，走吧，我们上高地呀。这个也猛，这个恶魔之拥也狠，我们可以来个恶魔之拥。这个星界驱驰也狠，咦，哎哎哎，炮车，差不多是时候了，走。要不先把他一血塔拔了吧，嗯，先把他一血塔拔了再上吧，走，先等一等啊，这个一血塔拔了以后我们再上啊。这不是一血塔呀，那这个塔也没多钱呢，这走，我们上高地去，这塔没啥钱，算了，直接上高地吧，别墨迹了，差不离了。有些兄弟可能不知道差不离了是什么意思。哎，别啊！好痛啊！这卡莎打我。看来我们还是不能上高地啊，稍微有点膨胀了。其实我觉得是这个位置不行，这种位置如果对面来抓我，我其实没啥地方跑，你知道吧？我这没地方跑，这个位置不行，我们再去一把啊，再来一把，刚才这位置不行。1000块钱卡莎，嗯，这怎么高德赖可了呢？可以，哎呀，你也高德赖可了，哎呦，这个是美甲的窃魂卷可以啊。其实我说实话，这把应该水银鞋，这个鞋出的不好，这个鞋出的不假鞋，出水银鞋刚才应该死不了，出错鞋了，因为有日女儿这种东西，你不出水银鞋你会被控死的。什么意思？给我呀？我就寻思你哪有那么好心呢？如果这波我用大招来杀这个女警的话，我就上不了高地了，挺烦。那我不用大了，但是你别惹我啊！我升起进来，我跟你说很恐怖的。你挺会呀，搁外面一狙，然后塔我扛。啊，你挺会呀。
走，上。不行，兄弟们，我血有点少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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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点面子，给点面子，算了算了，这可不好去呀、啊。这武器大师装备虽然不好，但是旁边有卡莎，我还是不太敢上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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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嘿，这女警怎么跑下路去了？我是时候了。谢谢如意至尊宝的飞机儿。等我把这个除了的，卡扎克的凝视正在路上。卡扎克这个名字怎么感觉这么熟悉呢？谁叫卡扎克呀？哦，卡兹克，卡扎菲认识吗？不认识，谁呀？这回我们上高地一点问题没有，兄弟们，信我啊，必拿下这波。这波高地我们就在里边横着走，看好了啊，让对面来追我们。直接跳弹上去，这他妈谁给跳弹打了？真恶心！是摇还是不摇？这是一个问题。你们怎么？哎呀，这，哎呀，这跳弹让人打了，这还咋上啊？不，关键他们看着我，我不好直接上去啊。哎，跳弹好像有了，走走走走走，跳弹刷了，来来来来来。又他妈谁给打了呀？这不行了，我要上了啊！我要上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得上了，我得受不了了，我要开矿了。这么疼吗？这人好像有点多呀。把这个鞋给他换了，这日女控我时间控的太长了，这就这日女有控制，不过我们不换了一个吗？控制太多了，那日女全是控制，没有空，光有减速其实还好，你知道吧？炼金就得别人是追不上我才能行，才能厉害。那都给你控到地上，你都动不了，你就啥英雄他也不行。差不多是时候了，这回应该行了，因为我们换了水银鞋嘛。嗯，你给我死！跳弹，轮到我追你们了，尤其是这个日女儿，开金矿了，行不行？这还不行，差不多是时候。
对，哎，就追。哎，对，就追。别打我！好，回家出装备，把这个星界驱驰给他出了，我们加移动速度。呀，我不如来个没奖的窃魂卷呢，这都八层了，不出白不出，把这个出了。感觉可以出那5%斩杀，那也太浪费了吧呢？那玩意儿加攻击力我有啥用啊？我就为了那5%，没必要啊。走，队友们在中路团，我们在下路带。哎，为什么我过来伤害这些东西的时候会顶上冒东西啊？会动？这不行啊，这不能上。跳弹，兜，给我冲，兄弟们！套我点盐是吧？就给我杀了日女儿！奶死啊！12层，18了。再让我游两圈行不行？再让我游两圈。亚索被我背出来了，兄弟们，亚索杀亚索，好，卡杀，就杀的日女儿，别的不杀，就杀的日女儿，给我杀日女儿，给我杀，没蓝了。你看这个兄弟叫连一，这个兄弟看见没？我们游戏还没结束呢，他就让我们结账，这就非常的好。